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真宗分。真宗分呢有两个内容，第一个呢就是讲发性的标准，第二个呢就是讲发性的因缘。我们需要知道发性呢有邪正真伪大小偏远四对，以真正大愿作为发性的标准。下面就讲第三对，也就是说大孝的内容。论当中这样说道：众生戒经，我言放经；菩提道成，我言放成。如是发心，名字为大。我们想，怎么样才叫做心源光大呢？就是到众生界无以度尽的时候，我这个缘才停止。到菩提道、悟道实地的一切功德，完完全全圆满成就了，我的缘才算完成。这样发心叫做大。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哪怕众生界当中还有一个众生没有得度，他还在做蚂蚁啊，或者还在无间地狱里面感受痛苦，我都不会违背我的誓言，我一定要履行我最初普度众生的法愿，尽一切的努力把他度到成佛。即使我已经真到了实地，只剩下比毫毛还细的说辞章，我也不以此为满足，我是决定要成佛而后至的。这样就是发大心。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世俗菩提心的德相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希求利他，一个部分呢就是希求成佛。那这两种愿让它彻底圆满，合起来就是发心大的相貌。那下面又说到观三界如老矣，思圣思如愿假，单其自度不宜度人，如此发心名之为孝。什么叫发心瞎孝呢？就是把三界六道看成就像是牢狱，把生死呢看成就像冤家一样，很着急的从牢狱里面出来，不愿意入生死海救度众生，这样是希望自己度脱生死轮回，不想救度别人，这种法心就叫做小。总而言之，自利叫做小，利他叫做大，自求出轮回去涅槃，这样叫做孝。唯求不住能量，舍身和发生双翼，这叫做大。这里我们需要鉴别，并不是说大乘菩萨自己的生死苦集不需要处理，生死是苦，生死因就是烦恼，这些不熄灭会像轮子一样不断的在生死轮回当中轮转，皆生相续，没有终生。像这样自己都解脱不了，怎么救众生呢？微摩诘经上面也说到，自己不能救，二能救助己人。所以说身为圆觉想必大乘菩萨要利无量的众生，更应当有出离心，能体会生死苦，推及己人的方式观察众生的生死，那么这个生死就成了大悲心的所言，以大悲对于轮回众的众生都发心救度而不忍心舍弃，这就是大乘菩萨对于生死众生不舍利的。因此呢，舍弃是相续的轮回和不舍弃轮回众生，这是两个概念，不能一概而论。身为圆觉呢，兼生死苦，自顾自己一个人解脱，而舍弃的轮回无量无边的如母有情，这就是太瞎孝的一种发心。而大乘菩萨呢，见到生死轮回的种种无量无边的苦，反而呢发起要度尽一切众生的悲愿，这是伟大的发心。马明菩萨在《舍波罗蜜多论》当中也说，无理应发世间理，必经气舍此而成。意思呢就是修身为圆觉乘，没有力量应发一切世间有情的利益。既然以孝乘知识智的发心不能救度天边无际的母亲，毕竟应当舍弃孝乘的发心。又说到，一味利他为行者，因虚佛成又悲作。意思呢，一味以利他为天性的大乘菩萨中心者呢，应当直接就去入到佛成当中，这就是大悲师尊的教言，也是有悲的自心，自然而然要这样钻入的。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端出小的发心而入为大的发心，这个是从小和大的角度进行抉择的。以下讲偏愿一对。
若以信外，皆有众神，即以辅导，原都愿成。公心不往，之间不明，如是法心，名之为骗。这里说到功勋，功勋就是功劳业绩的意思，也就是功德的意思。命呢，就是熄灭的意思。这一段就讲，如果见到在自己的心外有一个个的众生，以及在心外兼有佛道，愿意度脱心外的众生，愿意成就心外的佛道，终不忘了一个求功德的心，认为我度了多少人，度了这个那个，什么时候度的，度得如何，我有哪些的功德啊，哪些的成就，这种对功德的执着在自己的心里去不了，有众生有佛的智见消不了，这样发心呢，不契合自相，不契合众道，这叫做骗。然后又说到，若知自心是众神，故愿度脱，自心是佛道，故愿成就，不见一法，立心别有，以虚空自心，发虚空自愿，行虚空自心，增虚空自果，以无虚空自相可得，如此发心，名字为愿。这里首先说到，若知自心是众生，故愿度脱，意思呢就是不是自心之外有众生，众生根本就没有离开过自心，虽然先先上呢有个众生，实际上呢他本具如来智慧的德相，只要用办法把他唤醒，他就可以彻底觉悟，所以呢发愿度脱众生。然后呢，知心是佛道，故愿成就，意思就是你知道自己心的本性就是佛，这是情在原因，本来具足无量无边的自心功德，而成佛就是要先入自己的自心佛，因此呢不在自心之外见到有佛，这自心就是佛，不是把石头修成佛，而是呢本来自心就是佛，只要开出来就可以，因此决定要发愿成佛。所以下面就说到，不见一法，立心别有，也就是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更佛更众生，并不是分开成三个别别的法，其实都是呢不二的，根本就见不到离开心另外有一个法。然后后期当中就说到虚空，虚空就是比喻，它比喻什么呢，是比喻心性光大周遍，一切的色法都在虚空当中，没有个微尘在色法以外，那么我们的心性也是横遍十方，疏穷三际，一切万法都在真心当中，都是心，这样以虚空自心，发虚空自愿，心虚空自心，真虚空自过，有虚空自相可得，这样发心叫做缘。下面这样做到，至此霸中差别，则知甚察，知甚察则知去取，知去取则可发性。这里说到甚察，甚察当中的甚就是详细的意思，察就是监察，意思呢不是马虎草率，仔仔细细的监察自己的心，这叫做甚察。然后说去取，不好的落掉，这就是去，好的作为目标修道叫做去。我们需要知道，这是讲到三对因果，告诉我们怎么来达到标准的法性。三对呢，就是第一个，以知差别作为因，就有知生差的果；第二呢，以知生差为因，就有知取取的果；第三呢，以知取取为因，就可以法性。意思呢，就是上面八种差别，每个呢都能认识它的相貌，那就知道怎么来监察自己。知道监察自己的心，就会发现哪些是不好的发心，应该去除，哪些是好的发心呢，应当努力去做到，这样我们自己心里的目标就会很清楚的。知道按照这样去不断的修正调整，这就有希望发得到真正的菩提心，不然的话连八种发心的差别都不知道，怎么来监察自己的心呢，一定不知道怎么监察的，连自己的心都不监察，心里怎么会有明确的目标，说的不好听都是糊里糊涂的，不知道自己发的是什么心，或许呢长期都认为菩提心我早就修好了，实际上呢经不起监察，真正拿真法的明镜对照自己的心相续，可能大多数
都是写的、小的、假的、骗的，所以说要客观冷静的反省，不能一直自弃，不时改正。总而言之，我们需要知道菩提心呢，不只是一次性发，不是在一个阶段发，也不只是口头上发。其实呢，菩提心当中呢，包含了一切的佛法，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这是大乘的进化，就像如心脏一般的无上大法，生生世世要在菩提心上努力，让它辗转的正障，让它彻底圆满，去掉邪的，今不为正的，去掉伪的，今不为真的，去掉小的，今不为大的，去掉骗的，今不为圆的，按照这样在大乘道上一步步往上奋进，菩提心真正成就到最圆满，也就是成佛的时候。然后又说到云何甚察，为我所发行，于此霸中，未邪未正，未正未伪，未大未小，未偏未怨。怎么叫做甚察呢？就是用心眼向内观察自己的发心，是邪的呢，还是真的呢？或者是正呢，是伪呢？或者是大呢，是小呢？是骗呢，是圆呢？这样自己做自己的法观，审查自己的法心到底落在哪种的心里面，也就知道自己是什么状况、什么水平。这样审查对自己的评价很客观、很真实，没有狂妄，没有自私过高，也没有冒充的，知道努力的方向，知道在心上改正提高。所以呢，审查也是非常重要。下面这样做到，云何去取，所谓去邪、去伪、去消、去偏、去增、去整、去打、去怨，如此发心方得名为真正发菩提心业。意思呢，怎么叫去取呢？就是如果检查到自己有邪的发心，就把它拉掉，换成正的发心；有伪的发心呢，也把它拉掉，换成正的发心；有小的发心呢，也把它拉掉，换成大的发心；有偏的发心呢，也把它拉掉，换成圆的发心。这样把不符合菩提心标准的发心都去掉，把符合菩提心标准的相门呢都修正到，这样才叫做名副其实的真正发菩提心。下面我们就讲第二个课段，发心的因缘。这样说道，此菩提心诸三宗王，必有因缘方得发心。意思呢，这个无上菩提心是一切三心中的王，必定有因缘才能够发心，没有殊胜的因缘，永远发不起真正的菩提心。所以呢，特意这里讲到菩提心诸三宗王。首先我们要认识诸三，然后才知道菩提心是诸三宗王。诸三就是指无量的时间和出世间的善法，这个王呢可以解释成无上，也就是说最珍贵的意思，也可以解释成通色，通色一切的意思。无量善法呢，我们可以分成优漏善法和无漏的善法。优漏善法当中呢，无界就是任的三，十三是余界天的三，十三八定就是上界天的三。然后呢，无漏三法当中呢，接近会四谛十二缘起就是声闻缘觉而成的善，菩提心就是菩萨和佛的善，这就是诸三当中的王。为什么是王呢？我们需要知道，因为因是无上，果是无上。以四十菩提心来说，菩提心的心量超胜一切，从时间上来讲，时间上无限的，是心愿尽为那劫而发的。从空间上来讲，空间上无限的，是边缘全发界的众生而发。然后从希求上来讲，也是无上的，上是希求端正圆满的佛果，下是给予众生一切暂时和究竟的利乐，最终把每个众生都安置在佛果位。所以说不论从哪一个方面都达到了极致，根本不是人天和声闻缘觉的消散可以相比的。这是从因上解释王的内容。从果上来看，优漏的善法呢，不能解脱分段的圣事，神缘而称的无漏善能了分段的圣事，但不能了边一的圣事。只有菩提心能断而中圣事，成就大菩提而端正圆满，
所以呢是最珍贵如王一样的善心。我们想大乘离欲当中无量无边的修心有什么来通摄呢？就是有菩提心来通摄，下次做一个微乎其微的善心都有菩提心摄持，所有的就像大海那样无量无边的菩萨心统统有菩提心来摄持，所以叫做住三众妄。这个无上大菩提心它是住三众妄，也就是超过一切世间人见而成身份圆觉的三心中的妄。既然是这样无上的一个善心，造就它一定要有很特殊的因缘，也就是说生长它的土壤是很特别的，确确实实也是这样的。因为你一切呢从来没有在这些因缘上积聚，没有往这些深渊光大的方面好好用过心，所以呢才不能把自己的心深化成最先善的一种菩提心。那么现在呢就要主动进入到造就菩提心的因缘当中去，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也是人生因缘当中最重要的最有意义的一种因缘，应当发起稀有难得的心，把心呢投入到这个大业洪流当中，锻炼出犹如春净一样的无上菩提心。下面进一步讲真正发起菩提心的因缘。心眼因缘略有示众，于是呢现在说发菩提心的因缘，光说呢有无量无边的，大略的说可以讲十种。一则念佛众恩古，二则念父母恩古，三则念师长恩古，四则念师祖恩古，五则念终身恩古，六则念生死苦古，七则尊重纪灵古，八则忏悔业障古，九则求生净土古，十则威念正法得救助故。我们需要知道每个后面都有故字，就是因为这样的道理这样的因缘而发心。比如念佛众恩故，就是一念佛陀的众恩，为了报答佛陀的恩德必须要发菩提心，不发心是难报佛恩的。或者呢就是念生死苦故，就是有一念生死苦，以这个因缘不得不发菩提心。总而言之，发心的因缘就是以十个方面如理四位。这十个因缘我们此地多解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念佛众恩故发菩提心，这样做到云何念佛众恩，一次呢怎么来念佛众恩呢？下面是教给你一念的方法，你按照这样如理四位就可以生起报佛恩的心。所以这里这样做到，唯我释迦如来追处法心，唯我等故行菩萨道，尽无量劫备受诸苦。释迦如来在九愿界前追处法无上的菩提心，就是为了我们的缘故，由此呢修行六度施舍的菩萨道，经过无量劫，在这个期间什么样的苦都受遍了。从这句四位我们说佛文有多久呢？应该一直追溯到佛因地发菩提心的第一刹那，那个时候佛心中是为了发起一切忧心而发了无上的菩提心。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呢佛发言度化的对象，从此以后佛年年关照我们，凡是有一点一滴的善根都回向我们，就是其中回向的每分善根呢都对我们有恩德，何况在长劫当中一直不断的回向恩德更是不可思议。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我们大家现在学了大乘深光的甘露法，自己也有一点体会，有三根的都回向一切有尽，这是初发性的一点回向。那你可以想象从最初发心到圆满成就真觉之间，佛为我们回向了多少的三根呢？这样需要思维，为了能早日成佛救度我们，佛从最初发心开始就精进修行菩萨道，单单是一个布施度就曾经以不可说不可说的生命行持布施，为了求得佛法教化我们，佛曾经呢剥皮为纸，吸骨为笔，刺血为墨，书写经典。像这样为了利益我们，佛在无量劫以来行持过种种难辛苦行。如果我们在光大的展开来，佛吃过多少劫，
修过多少案身，游过多少进京，如过多少藏目地，求真过多少智慧，确确实实是以海为摸也写不尽的，是这样有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恩德。然后又讲到，我遭业死，佛则爱怜，方便教化，而我遇此不知信守，我多地狱，佛父悲痛欲待我苦，而我业中不能救拔。我身认道，佛已放边，临终善根，世世甚深，随主遇我，心无暂色。意思呢，就是自己应该这样如理的想，在我颠倒造恶业的时候呢，佛以大慈大悲心怜悯了我，而且呢，用各种各样的三巧方便来教化我。但是呢，我一次不知道信受，佛的教业不能纳收在心里面。在我堕落地狱的时候，佛也没有嫌弃我，仍然悲痛，相待我受一切的痛苦。但是呢，我的业障呢实在太重了，连佛也不能救拔我。我在人道的时候呢，佛以种种的方便让我种下善根，佛生生世世一直跟着我，没有一年舍离过。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很多事情我们不思维就会不知道，就不甘念佛的恩德。佛不是一般的人，佛有千百亿的化身，有人与无间的功德事业，而我们又是轮回的无量世。自从和佛结个缘之后呢，佛一刹那也没有舍离过我们。在满场的轮回当中啊，有时候佛呢化现成身边的人来帮助我们，有时候呢佛在梦中呢现现让我们生信心，有时候呢在自己生恶念的时候呢忽然良心发现，这也是佛的价值。而且呢在说出生的时候，佛也化成牛马来渡我们的。佛是尽虚空变法界的，就连此时此刻虽然佛不在面前先化身，但是呢佛的原理光明一直在做加持。在满场的时间里面，佛对我们呢做过无数的救度，在得度的因缘到来的时候呢，佛没有一刹那延误，佛能对我们做的加持和帮助啊，佛都完全做过呢。那我们再想想，比如世间的母亲生癌孩子，母亲呢没有一次不为孩子着想，佛的慈悲呢一定无数倍超过世间的母亲。经典上也说，佛的大慈心无作无碍，恒施畜生而仁以至诚，增伤创益，遍满一切世间，遍入一切有情之心。这样就可以肯定佛在生生世世当中没有一刹那不关照我们的，以无上的大慈大悲心呢一直加持我们关照我们，这不是佛的大恩大德吗？平常一个人能这样关照都会感念他的恩情，何况是佛的护念呢？为什么不知道佛有深恩呢？是这样需要如理的思维。佛在类似以来使用了一切可以使用的方便，在我们的心识天当中呢种下善根，佛希望以这些善根呢让我们开智慧化解菩提过，这种关怀和期望不知超过世间父母多少倍啊。然后下面又说到，佛出处时，我常称论经得任神，佛已灭度，何尊二神莫发，何福二语出家，何长而不见净身，何行而供奉舍利。在2500多年前呢，佛陀最初出现在世间，在那时候我还在称论，今世我得到的人生，佛已经灭度了，是什么罪业让我专身在末法时代呢？然后又是呢以什么福德而在佛的教法当中出家呢？以什么业障不见释迦佛的净身？又是何等幸运能亲身遇到佛的舍利呢？这是思维佛恩之后呢因起自卑自庆的幸运。古德有一种这样说，佛出世时我沉沦，我得认身佛灭度，懊恼次生堕业障，不见如来金色圣。这也是一念佛而被干的善心。我们自己要自信，怎么自信呢？就是要这样想，我们名字叫做自字，我们串的就是释迦佛加持过的法义，现在就是佛的清净创相，说的就是佛制定的戒律，念诵的就是佛的经典，如理思维的就是佛陀的身教法义，叮咛的就是佛像。
慈念的就是佛的心咒和名号，观相的就是佛的相号，一念的就是佛的功德，弘扬的就是佛陀的教法，求证的都是佛的功德，所奏的就是佛因地曾经走过的菩提道路，心遍天下收人供养，连袈裟的一孝品也收到天人的供敬，这是什么因缘？这是何等福分？佛和我们是小小的因缘吗？佛对我们没有当大德吗？这一切就是偶然发生的吗？这样需要四位观察，这样就会明白人天的一切的恭敬啊，或者呢离苦得乐，增长果报，清净业障，方方面面观察，我们和佛呢有很大的因缘，都是佛的当大的加持下才成就的，包括高僧大德传承上师，一切佛教徒在心相续当中产生的一切皆定会说色的功德，或者呢弘扬佛法乃至于宗正的根本的来源，全都靠释迦佛而成就的。所以呢必须要仔细的观察，深深的思维，佛陀的恩德是不可思议的，无量无边的。然后又说到，入世四位相思不忠善根，何必多闻佛法，不闻佛法厌之长寿佛恩，知恩赐德求三难遇。按照这样四位，假使过去不忠善根，怎么能听闻到佛法呢？假使不听闻佛法，又怎么知道常常蒙受佛恩呢？佛的这种恩德就是以高山也难以比喻的，意思就是说佛陀的恩德呢比山还高，比大海还深，比虚空还大，是这样需要思维。有上面对佛恩的入理思维，就会引起下面的真知见。所以继续说道，自非法光大心，行菩萨道，坚理佛法，救度众生，纵使分身虽故，其能酬答，实为发菩提心第一因缘业。要不是发光大菩提心，行菩萨道，尽心尽力建立佛法，救度众生，纵然分身碎骨，又怎么能报答佛恩呢？这样以佛恩为愿，念恩为因，可以因发菩提心。所以说念佛众恩是发菩提心的第一个因缘。这里说到法光大心，就是法佛说法的心，然后行菩萨道，就是行佛说性的事，就是行持佛因地中说性的佛事。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佛的愿望无非就是坚立佛法，救度众生，而我们身为佛子，要护持佛的法业，没有佛法的地方要设法弘扬，有佛法的地方呢要尽心尽力护持，得益苦难的众生仅自己的能力帮助，哪怕在众生的相续当中播下一个三根种子，也有责任去做，这样坚立佛法，救度众生，才是三体佛的信愿，让佛彻底唤醒。那我们想一下，自己所得到的所有佛法和利益，追溯它的根源，一定都是来自本师释迦牟尼佛。佛对我们有这样深重的恩德，如果不发佛心，不行佛事，怎么能报得到佛恩呢？而且呢，需要知道，单单是物质上来供养，不发菩提心，不行菩萨道，众生不度，佛法不修持，不弘扬，不建立，怎么能契合佛的本怀而报佛的恩德呢？所以说，作为佛弟子，要报佛恩，一定要发大心，不然呢，我能辜负多少佛的恩德？有什么脸面面对释迦佛呢？是这样需要观修。在《华严经》当中说，假使丁逮进城解，身为常桌变大钱，若不说法度众生，毕竟不能报佛恩。意思就是说，加入在未成熟的那么多个大戒当中，以自己的头丁逮佛陀，把身体呢编满三千大千的世界给佛桌创作，如果你不说法救度众生，也毕竟报答不了佛陀的恩德。同样在《楞严经》当中呢，阿难尊者发言就说，将此圣心封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意思呢就是从此以后，把我的菩提心奉献给未成熟的世界，这才叫做报佛恩。所以我们就知道，一念佛陀的尊重的恩德来发菩提心，这就是发菩提心的第一个因缘。今天就讲到这里。僧得一等降罗八年，僧尼尼贝扎那巴悉将揭迦那揭瓦罗遮巴遮贝娑那罗阿罗僧。
Om Bandar S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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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